这样生活的品质就感觉比较高了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好吧，啊，你觉得高就高吧。看起来漂亮多了。我还是泥土哎，我爱泥土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游泳？你游到哪去啊？要怎么游进去啊？因为我也进来，在那边种蘑好菇，辛苦我这样种蘑菇的话很安全，你看都不会被，就不会被那个啊，哦，好暗哦。嗯，超暗的，而且这个一格高就不会有僵尸哦，僵尸怎么在里面游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做一个超大的养菇场，别晒太多，不然他们都长不出来。嗯，真搞笑！一边游一边挖。好，你继续游泳吧，我要去看一下。你把我蘑菇田变小吧，不然要生怪。你有把它变小吗？我嗯，的，有啊，把变你有一格把高吗？了，好喂。就跟你现在一样，这样子就游进来。耶，地板太板，阳了。超好玩的，这个功能好好玩啊、哦！哎呦，我地板你板，帮我做一个地板有吧。我放了放了，然后我地板板可以这样玩，我超好得笑。到小麦了，你去外面捡看看有什么东东。上面有雪地哦，好漂亮啊！家的正上面有雪地。在你一直爬山的话，可是你会迷路，这墨个有东太西危可以险。吃吗？什么？墨鱼哦，只会掉墨囊哦。好你要像打就打旁边的蘑菇还比较好。你看你有蘑菇。我被喷了满脸墨。你看这边都有蘑菇，超爽对啊，反正天快黑了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看到的。那天快黑了，个？那我们赶快去。天黑了呀，有没有看到那甘蔗啊？没看到甘蔗。没看到哦，哇，甘这蔗次干。开局也蛮惨的，没对甘啊，蔗。没甘蔗不能做书本哇，真的变漂亮哎，晚上好啊。美哦，而且外面还 是对啊。黄色的草茎。原来卖快是要这样啊。切石机，切石机可以干嘛？不知道，切石头吧。把哦，砖变成饭砖会不会有可能吗？来做看看吗？就看看喽。我要把木材切都石变机好成像火可以切把。玩家哎，哈？你上去啊？你上去啊？为什么是我上去？哎，不行啊，不行还好吗？嗯哼，切石机啊。可以干嘛？按那一下。我看一下鹅卵石，应该可以切吧？可以哎，鹅卵石可以切成那个墙跟那个什么我会再切成阶瓷砖梯。的，超棒对的，啊，不用合成的。用合成。你要不要把切石机排在哪里啊？排在这边有点碍事哎。这样就不用跳来跳去了。梯子？嗯哪哼。里？腐肉被你拿去吃了，我的腐肉怎么都消失了？啊，我的蘑菇嘞？哦，对，你说你要把它放进去，干脆把碗也放进去了。种成功一个，他会附送两个小麦种子，好划哦，算哦！真的耶，怎么有人跳下来？你为什么这么哇！豪迈的方式下来？我放个栅栏，防止你跳下来。因为我懒得走阶梯没，你可以跳下来我了，没中招。你尽管跳没关系，你可以从上面直接跳下没关系。你看这样子，喂，哎呦，谁 说没关系的？这又怎么会有三格啊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？我把它填起来，免得生怪。上面也放一个火把。OK，这样你就不会摔倒了。
赞。上下都有一个火把，那楼梯上面也有一个火把。为什么你要插那么丑啊？要不然你插咯，下面也要一个火把。插这里。因为会生怪啊。